你这是何意？哼，叫你来就是为了杀你。白愁飞，你在京城杀了我五个哥哥，今夜我要将你剁成肉泥。你这么做你家大小姐知道吗？你还不知道吧，把你卖了的正是大小姐，你死了我照样为她做事，这笔买卖对大小姐来说也不算是什么损失。既然话都说这么明白了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哼，没事吧？死不了，可惜不能帮你收复霹雳堂了。霹雳堂的事还有机会，我来之前把雷毅放了，看他能不能带人拦住雷天，只能赌这一把了。往哪儿跑？看来是我赌输了，对不起，不该带你来楚河的。没死就不算数，带着我只会两个人都死在这里，你自己反而能杀出去。我不能落在他们的手里，我是六分半堂的总堂主，我的死活我自己来定。哎，林顺，雷毅见过大小姐。看来你赌赢了。江南霹雳堂，六分服我，四分服他。你今天就算把我们都杀了，我的人也会赶来，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，你也休想得到霹雳堂。大小姐若不信，大可以试试看。他说你们只服他，是吗？是。是吗？是。你呢？是。
要杀别杀。我愿跟随大小姐，大小姐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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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你的人比起怕你更怕死。大小姐饶我一命，我愿意为大小姐效命。你都低头了，你的人也归顺了，那留着你有什么用？看我杀了那么多人，是不是很不习惯？浴血犹青，经霜更艳，你本就是六分半堂的人，早已经见惯了生死。之前是别人替你杀人，现在是你自己把刀握在手上，我没什么不习惯的。有件事情我想要向你坦白，我来楚河并不只是为了收复霹雳堂的势力，要想掌管六分半堂，收复霹雳堂并不是关键，最重要的是要完成蔡香的试炼，加入有桥集团。可是我身边能用的人实在是不多，我能想到的就只有你，所以是我利用了你。我帮你仅仅是因为我想帮你，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这一点不会改变。不过我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也可以功成身退了。金风细雨楼的副楼主的确不该再和有桥集团的人通路，那来日我们京城再见。不知不觉。